别说你啊，别说给你买，连我自己都买不起保时捷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王菲啊，你不要跟着我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啊，阿梅他。他去那个说一下他们去那边收一些山货嘛，买山货了，但是本来是应该是能50块钱，应该是就能拿得到，应该是50块钱就能收得到，收得过来，但是他偏但是他既然用七十块钱去收，他用50块钱去收的话，他就卖给别人的话，就70、80、100卖给别人的话，就是能赚钱了吗？然后我就是这么一回事？直播间哥哥及时甩卖，我听明白了，我听明白了，你的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来，我说个一遍，曲布，你的意思就是阿梅他在说沙货啊、我不知道说的什么沙货，反正说的那些农产品沙货嘛，是不是收了？是从那些你们邻居那些地方收的，是不是？你们村里面的人挖过来给卖给他的啊？村里面挖。啊、然后，70块钱是一斤还是半斤啊？半斤。哦，70块钱半斤这样子收，是不是？嗯。你的意思是，应该只拿50块钱来收？哦，50块钱半斤就能收得到，100块钱一斤就能收得到，是不是？我前面都是。阿梅就多花了一点钱，70块钱一斤，半斤这样子收，赚的利润就变小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们拿到街上去卖也就卖80、90块钱，只能赚这么一点钱了，你意思是不是？所以他那个，所以我就是想这么对吧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让阿梅50块钱这样子收，让他多赚一点钱，对，是不是这么一回事？直播间哥哥及时甩卖，是真的想让他，是不是这么一回事？多赚一点钱，就是想让。曲布，你有那么好吗？那再怎么说也阿梅也是我的邻居嘛。然后阿梅也是你们俩，他们都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呢。他们那些不懂，他们说乱在那里说的。他们应该就是我的一些小黑粉应该是跳到你这里来了，应该是乱给你说的。哦，曲布说影响到他了，是不是？为了就是阿梅好吗？你为了阿梅好，我看你是为了自己好吧？你想着是不是你也在收这个山货？我再收啊。然后你是想50块钱收，结果阿美这边出了70块钱，你这边没人给你收了啊，全部都跑到阿美这里来了啊。然后你就觉得自己没钱赚了，然后就跑到过来找阿美闹了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这个的话，对不对？直播间哥哥急摔卖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不是，我是想人家阿梅是心好，他是不想赚那个你们这些邻居太多的钱，他就只想挣一点跑路费啊、辛苦费啊、想让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卖个好价钱，让他们就是辛苦劳动也值得那种。你是黑心老板，你这种叫黑心老板，你就想吃人不吐骨头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什么黑心老板？我之前你有一个外号叫地中海，现在又有个外号叫黑心老板。哎呀，我都不想跟你说，你这种我们不要做朋友，不要做朋友，一边去一边。那个，你干嘛？王菲，你先等一下嘛，都不让我走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我。我今天这里买了一个礼物，是不是也想把它抢走啊？这个是什么？是不是要抢走它？来，你有本事抢吗？没有。你以为我是阿梅的，让你抢？没有，那个我怎么可能抢你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我是想着我是想着你告诉我的宝他真的到底去哪里？你不要说你的宝是什么东西嘛？你的宝是能吃的还是能喝的？小我的宝。你的小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可以了没有？那。你小回去了。他要给我买去了，真的。他就是因为跟你买车，所以被他爸爸抓走了，不让他给你买车的意思。那个王菲啊，王菲，那个我想的是，那个要不你看你也那么有钱嘛，对吧？你也那么有钱，要不你你呃你给给
你给我买吗？你给我买，然后哦，我没钱，我没钱，我都买不起买那个保时捷，你还买不买保时捷呢？哦，我都没有能力买保时捷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都只开一个小奔驰，那个、哦哦、保时捷我都买不起来了，你别去。那个娃娃，那个飞，那个我们两个都，那个对吧？好好说一下嘛，对吧？好好说嘛，来，你怎么跟我说？交个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叫那个朋友也好嘛。保时捷玩具是不是？不是玩具，我考了个驾照嘛，我考了驾照，我要。你考了驾照，你让你爸爸妈妈给你买车啊？我。你不是你们家的独生子吗？你不是你们村里面最有钱的吗？但是保时捷的话，保时捷的话只有你这种。哦，只有王菲像你这么有气质的人才能买。哼，我没气质。你那个你给我买吧，给我买，然后我给你买不起了，我没钱了。你还有我是你什么人？我为什么要给你买？你说你跟我说一下，我为什么要给你买？来，因为你给我买了的话，对吧？你给我买的话，就是阿美和什么的，阿美的话，我直接帮你撮合。啊！帮你两个撮合，我不需要你帮我撮合。来，我现在马上就要去找阿梅，我要把这个礼物送给她。哦，现在时间已经9:20了，再不去我害怕阿梅她睡着了，听到没有？那个王菲真的，你给我买的话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不给你买，你想多了。我给你买保时捷，你爸妈都给你买不了保时捷，你跟我。我让我给你买保时捷，我自己我都开不起保时捷，我就只能开个奔驰，你还让我给你买保时捷呢？你给我买的话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我就你知道保时捷多少钱吗？啊，你知道保时捷多少钱吗？保时捷啊，保时捷，我就刚才我的粉丝们说，说有七八十万的，好像七八十万，七八十万还只能买个二手的，而且七八十万是多少钱？知不知道？七八十万有多少？你见过吗？七八十万，你有钱吗？你有钱？不是，你知道七八十万是多少钱吗？你知道吗？七八十万就是，就是好几个泥嘛。好几个泥啊！啊，七八十万。就是你家那两头牛，我看一下，像你家那两头牛，100头才能买的，才能有七八十万，知道了没有？但是你的话跟。你的话，你觉得我会送你100头牛吗？你信不信？你觉得我会送你100头牛吗？我信，我很信任你的。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，你一边去，快点，你快点走，不要影响我，快点，你快点走，快点走，不要影响我。那你跟我一个我的保的电话吗？我没有，我不可能给你小小的号码的。你就来我们直播间4300个哥哥级帅们支持王菲的，帮王菲点赞，咱们这个4000多个人点赞才30多万。嗯，就给咱们直播间4000多个哥哥级帅们啊，帮王菲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50万。这个直播有点画面不怎么清晰了，你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阿美她来开门了，你快点走，不要影响到我，快点，你快点走，不要影响到我，快点，不然我一会儿生气了，你这么我生气了。哦，我替他们说今天曲布欺负你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坐，我把这个关上。曲布老师从那里过来。哎，王大哥，你怎么那么晚就过来了？不是我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见到你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你先坐下来。我们直播间4700个哥哥姐姐还没，顾皮上帮王菲打2个字加油，然后帮王菲点赞。现在咱们点赞50万了，帮忙点赞。东西都没有收，我都不知道你要来。没事，哇，这个什么？喂猪了。好，喂猪的。对，现在刚刚已经煮好了。明天早上喂猪就行。好，哥哥坐。哦，行。坐，我等着。怎么说呢？来，直播间各个级帅们，你们把我想对阿梅说的话打在公屏上，让阿梅看一下。
有点尴尬呢。你想听我说？哎，他们把这狗皮上你看。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他们有话要跟你说。嗯，他们说加油。什么加油呢？不是加油两个字。那是什么？是加油王妃，不是对我说吗？ 王菲哥，你们在打什么呢？你们这样子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你们乱说，他们在乱说。<笑>他们在乱说什么？嗯，没什么。<笑>三个字，来直播间给我解释一下，三个字。什么三个字啊？是你们在打什么呀，家人们？ 对，你们在打什么啊？你脸都红了，不是我，我是太热了，太热了，我是太热了。你脸红了吗？没有。你为什么脸红了？<笑>不是他们乱说，他们在那里乱说。<笑>你们在说什么啊？什么？ 什么在一起？哦，我们现在在一起啊，我们现在在我家，我们现在在我家。你这公屏上怎么回事啊，飞哥？怎么了？没事，你不要看公屏就行，你不要看他，你不要看公屏。那我看什么？你不要看他们说什么吗？嗯。不是这三个字，你们打的什么字呢？不是这三个字。 对，什么三个字？要不你直接跟我说。没有。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妈妈还没有回来。她大后，我就是还没有说确定的时间，但是每次我问都是，我每天都是两个电话打给我妈妈，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她每次都说过两天，因为她那边事情也是。没有，我们。 直播间这些哥哥姐姐叔叔们，他们都和关系，你那个退会的事情，这个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吗？这个事情就是我现在目前的话，我在等我妈妈回来嘛，但是我也很着急，因为反正我现在已经在慢慢的就是努力，就是慢慢的努力嘛，反正这些事情我。 等我妈妈回来，我也差不多就是好好的解决。